细汉的时阵，阮厝内有一台足大台的车，我感觉开大车足厉害的。国中的时阵，我就会晓开大车头。我拢讲笑讲，除了火车，所有的车我拢会晓开。我公司目前有10台拖车，为18栋半到46栋，其中达富是我的主力，尤其达富6期表现了上水。为少年开车开始，到即马有一间货运公司，就因为车请用我大汉，让我食穿，让我读册，所以我真惜车。我对车有一个真深的感情。对我来讲，车是有生命、有灵魂的。我会甲伊摸摸的，我会甲伊讲话，因为我知影伊拢听有。开大车是一件足辛苦的代志，开车的时间足长的。阮厝内拢会帮我准备炕肉饭，这是咱台湾上有名的。这个炕肉好食，搁袂油。白饭顶面淋一点仔卤汁，食过一遍，你就袂甲放袂记。今日寄货，明仔载到货。为着100%的目标，咱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配角，但是若无这个配角，这出戏嘛袂完成。有食有惊去。有小兄就有保庇，因为开车无人敢挂无事牌。祈求黄色阿公再现神威，保庇咱的车辆厝外会当平安顺利。三个起到早，家人一工，打拼三冬过一世人。天还袂光，阮就出门。日出日落，一粒米，百粒汗。调整任何环境，对我向前行，这就是台湾人的精神。